facts and Iraq's behavior show that Saddam Hussein and his regime are concealing their efforts to produce mor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Если у них есть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то пусть они их представят. Мы видели, весь мир видел, как госсекретарь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 в Совбезе ООН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того, что в Ираке ест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помахивая пробиркой с каким-то стиральным порошком.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华尔街细说栏目，我是主持人 Lizzy 李琦。在刚刚的这一段视频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2003年的联合国演讲中提出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证据。这样的事件被认为永久性的玷污了鲍威尔自己的信誉遗产，也损害了美国的可信力。当时他对联合国安理会说，我们所提供的是基于可靠情报的事实和结论，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错误的。直到现在，这一幕丑闻也是中国、俄罗斯等国对美国攻击的一个重要理由和把柄。但是美国的情报也并非没有价值，比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披露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照片，向世界表明苏联在撒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可以说是避免冷战的重要节点。而近期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十多万大军，西方担心俄罗斯随时入侵乌克兰。近几天来紧张情势持续升高，似乎战争一触即发。而在此期间，美国和英国也向世界不断提供了解密情报，揭露了各种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之间可能进行的袭击计划。根据来自《外交事务》杂志的分析报道，目前情报揭露的数量、频率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第一次披露有关情报是在去年12月，当时有消息说俄罗斯计划在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袭击。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独家获得了相关情报文件，包括俄罗斯部队部署位置的卫星照片。在今年1月的时候，英国政府表示，他们获得相关信息显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推翻基辅的泽伦斯基政府，亲俄的领导人将一路倒向克里姆林宫。随后，美国披露，普京已经制定计划，将向乌克兰东部派遣破坏者以制造事件，为入侵提供借口。在2月初的时候，美国官员甚至进行了惊人的表示，说他们已掌握情报，俄罗斯正在策划作为攻击借口的虚假袭击，甚至还安排了假尸体和伪装的哭丧者。在上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更是表示，已接获情报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迫在眉睫，敦促美国人离开俄罗斯。而在今天，消息似乎突然出现了变化。俄罗斯表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的军队正在返回基地。市场普遍猜测，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有望缓和。受到正面消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随后，普京与舒尔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记者会后亲自说，正因为俄罗斯不希望爆发战争，因此提出建议，希望谈判。普京还确认，俄罗斯准备和西方还有北约商谈限制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以及演习透明化等问题。他也强调，要采取其他互信措施，西方必须接受俄罗斯的主要安全需求。此前的美国情报到底是真是假呢？披露这些情报是否是美国策略的一部分呢？这就是本期华尔街细说我们要为您着重关注的内容。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外交事务》杂志上有关于美国情报的分析文章。作者认为，情报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完美的，即使是真实的情报，也只是时间上的一个缩影，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近期西方情报的频繁披露，提高了美国和俄罗斯紧张局势之间发生变动的赌注。作者认为，华盛顿越是要揭露俄罗斯的行动和意图，似乎留给普京的空间就越来越少。但是这样的情报披露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此前就批评美国在散布恐慌。文章作者认为，不管美国披露的情报是否可靠，现实的效果却的确产生了。
随着警告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紧急，外国投资者已经纷纷选出撤出乌克兰，航空公司甚至取消了商业航班。但是披露情报是否正确，最直接的衡量就是是不是对俄罗斯产生了威慑，现在这一点还不清楚。同时披露情报有巨大的风险，作者认为向世界提供的信息也可以帮助美国的敌人和对手了解美国情报行动的部署，这样就可以促使这一些对手加强他们的防御，或者是改变之前情报中所揭示的策略。比如我们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地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张伊朗空间设施事故后果的机密图片，当时引起外界哗然。在这一次披露之后，德黑兰对其任务的安排地点和设计都进行了大幅修改。比这更严重的后果是，暴露情报可能使得美国保护情报来源的方法和努力陷入危险。文章作者分析，华盛顿以前也曾经故意解密评估报告，比如有关于沙特意见记者卡舒吉被谋杀的细节。2021年2月，中情局解密了有关于暗杀卡舒吉的调查结果，被认为是别有目的的。此前的川普政府竭力为沙特阿拉伯事实上的领导人本沙勒曼王储打掩护，之后拜登政府通过亲自发布谋杀的详细情报，表明我们知道是王储亲自指挥了这一罪行。情报公布了王子指挥和控制事件的私密性的细节，一方面虽然暴露了美国的能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而文章作者分析，有的时候即使掌握了情报也不要披露，因为怕亮出自己的底牌反而引起更大的损伤。比如在二战的时候，盟国成功地解获了德国用于其武装部队内部通信的英尼玛密码，但是故意不阻止德国一些攻击，因为如果阻止攻击就会暴露当时盟国已经有这种情报能力。尽管由于不阻止攻击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而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被称为维诺纳计划收集中破译了无数苏联外交机密通讯，使得美国对于苏联情报机构的计划意图和能力了如指掌，包括向苏联提供美国核计划秘密的美国人艾瑟尔·罗森堡和朱利叶斯·罗森堡的有关工作。尽管美国当时已经知道他们的具体行动，还是选择谨慎行动，直到1995年才首次公开解密文档。文章作者介绍，2015年以来，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了新的变化。当时受到了一项正式的警告责任要求约束，也就是在法律上，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义务通知已确定的潜在外国袭击的受害者，无论对方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是敌还是友。而文章作者介绍，美国情报战加强还有另外一重原因，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在军事、经济、技术方面很难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普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挑战美国的利益，不管是干预大选进行黑客袭击，还是进行虚假宣传。文章介绍，这是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种掩饰伪装策略的升级版。俄罗斯善于采取这种战术，美化自己的优势，掩盖自己的弱点，并伪装真实意图对对手进行误导。而美国方面通过对情报能力的加强，可以对俄罗斯形成某种震慑之势。但是其实用谍用情报也不是美国和俄罗斯的专利。说到这里有一处闲话，为什么叫间谍呢？其实段玉才在《说文解字》注释中曾经解释，间这个字的意思是开门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所谓间本意就是缝隙，有缝隙就可以趁虚而入，使用反间计，因此才有间谍这样的说法。而其实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就特别有用间一文，里面就讲到了五种使用谍战的策略，比如阴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所谓阴间指的是收买利用敌方的普通人做间谍，而所谓的内间是指收买敌方的官员给自己做间谍，反间是收买或利用敌方间谍为自己所用，而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信息，让自己的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再让敌方上当，可能将自己的间谍处死。而有关于这一次乌克兰危机是否就此消解，外界也有不同的说法。
而未来，美国与俄罗斯的情报战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其实，在当代社会，情报战的展开方式也有不同，技术手段使用的更加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也成了十分有力的工具。今天早些时候的消息表示，在乌克兰，黑客正在对国有银行以及国防部网站进行袭击，导致乌克兰部分自动取款机和银行服务被一路中断，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网站甚至被迫关闭。目前，乌克兰政府通讯和信息安全中心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造成的损害结果还并不知悉。目前，美国方面也没有显示更多的信息，表示这些黑客攻击者是受何人指使，又是为何目的而来。如果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在第一时间为您关注。感谢您来到由我李琦 Lizzie 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在看过节目之后，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记得要订阅频道，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我是李琦，我们下次再会。